王楚钦是国乒仅次于樊振东的希望之星，正反手进攻相当犀利。那他遇到六边形战士马龙会是怎样的情景呢？下面我们来看比赛。 11-7，王楚钦胜第二局。 11-6，王楚钦胜第五局。
11-6，马龙胜第六局。纵观全场，王楚钦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过程中和马龙打得有来有回，甚至有几次还让六边形战士望球兴叹。假以时日，王楚钦将会是国乒三剑客之后，和樊振东一起扛起国乒大旗的不二人选。